Hello， 我是一涵，迷你世界黑白颠倒第十期。上一期啊，四处寻找凶猛的动物，翻山越岭就只找到了鸵鸟，还是不攻击人的鸵鸟。现在漂泊在海上回家路，因为昨天啊，从小伙伴的评论里看到，孔雀石是可以驯服怪物的，比如野人，野人猎手都是可以驯服的。天哪，居然可以驯服怪物！我立马就回旋转折回到了家里。正好是黑夜，我就从仓库里拿出了12个孔雀石，也不知道够不够，就先用着吧。假野人去了呀，地心人怎么冒了出来呀？我都没有察觉，他倒察觉我了。借着地心人啊，我发现是有千里眼的，远远的就飞了过来。不妙了，赶紧躲到水里。后方我忘记自己是带着点燃武器了，他被我吓跑了。野人我来啦！来，这里是孔雀石，1、2、3、4、5，吃了6颗才驯服成功，也不错咯。不过他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耶。地心人先躲到水里，这神出鬼没的，幻象金斧都打他。哇哦，驯服后的野人拼命的找地心人麻烦了，还有他还拿棍子打他。我这下有得力帮手了，我的野人可真厉害啊，不仅跑得快，回点很准。地心之眼和地心传送碎片再驯服一些野人猎手。听到噔噔噔的声音已经可以了，我现在已经有左右手了，看你们怎么欺负我。该我们上啦，我们把他们都唤醒，来跟我一起打狼。我的野人可真听话呀，顺势就给他一棒子，敲到晕乎乎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皮革啦。那我打野人，他也会对同伴下毒手吗？还真的会耶，看来这野人真的很忠诚，这样走就放心啦。不过野人猎手啊，很不听话的，都不会跟着我，看到我被攻击才反应过来的。下次啊，不驯服野人猎手啦。一晚上我就跟野人驰骋草原，附近的动物呢是闻我色变的，最后野人还一路护送我回家。以后就叫你野人叔叔吧，让我们一起闯荡迷你世界。下班你们知道野人叔叔可以生孩子吗？怎样才能够帮他繁衍下一代呢？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帮帮野人叔叔吧。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